大家注意看怎么把腻子墙变成一整块玉石的效果。首先用釉料做一些丰富斑驳的底纹，之后再勾画一些玉石里面的裂纹，再用咱们新品研发的极光照面披挂在墙体的表面，等干透之后呢进行打磨抛光，而抛完光的亮度啊，就如真正的玉石般，侧面如镜，光滑如玉的手板，而且它还是水性单组分的环保涂料。切记，只有正版的才能做出极致的亮度，感觉以后用得上的可以学习一下。